过去这两年，我们惊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像我们以往节目说的那样，两年迈上了两大台阶。截止到2021年底，我国汽车出口超过200万辆，第一次超越了韩国，成为了全球第三。而今年前九个月的数据已经看到了，我们出口汽车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德国，而且第四季度我们数量也一定会超越德国，所以过了2022年，我们正式成为全球汽车出口业的老二。而明年呢，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跟日本的差距也不大了，尤其是日本的汽车品牌在电动车上是毫无建树的，所以2023年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登顶之时。是的，如果在两三年之前有人跟你讲中国汽车出口将成为全球老大的话，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就像20年前如果有人展望说，哎呀，有朝一日我国 GDP 会超日本，大家也是将信将疑的。而今天如果日元再这么贬下去，恐怕我国 GDP 总量要达到日本的五倍之多了。是的，有时候事物发展的就是这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它是加速度发生的。很多人似乎觉得这是像做梦一样，怎么突然一天我们汽车产业就这么强大了，把一众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汽车强国日本、韩国、德国、美国通通甩到后面去了。其实在别的产业不也经常发生这样大逆转的现象吗？我们还说日本，就说说它的造船业吧。中日两国百多年来的竞争是从甲午海战开启的，这对很多中国人而言都是一场伤痛的记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上下积极军备，天皇把吃饭的钱都捐出来了，要建造军舰。在那样一股士气的鼓动之下，日本第一次赌国运成功，战胜了老大帝国满清。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人的野心就越来越大了，当然日本在造船业上的成功也越来越大了。和英国一样，日本是个岛国，他深知要在全球争霸必须有庞大的远洋舰队，也就是要有强大的造船能力。所以二战之前，日本对发展造船业是极端重视的，甚至日本在造船业上的成功都超过了大英帝国，这也让日本有了底气敢去挑战全球工业第一强国美国。当然二战日本的惨败把他以往在赌国运上赢的所有通通的给输了回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扶持之下，日本经济又迅速恢复了。政治上虽然是个矮子，但是经济上日本却是越来越发达了。那么当然，当年遗留下来的造船业也大放光彩了。军舰是不能造了，但是大量的民用船舶还是可以造的。尤其是欧美强国过惯了舒服日子，已经不太愿意碰造船业这样又苦又累的行当了，所以美国国内的造船业发展几乎停滞了，大把的订单交给了日本。在1985年之前，日本堪称世界第一造船强国，手握订单占全球一半。是的，日本经济腾飞，固然依靠像汽车呀、家电呀这些产业，但是造船业也是功不可没的。然而风水轮流转，正像家电产业上日本品牌纷纷退潮一样，在过往20年，日本造船业也是大踏步的后退。今天很多人提起全球造船业的时候，大家都说全球造船业的核心在东亚，在中日韩三国。这三个国家大概掌控了全球 90% 以上的船舶订单。然而
中日韩三国的排名却一直在发生变化。曾几何时，日本是老大哥，韩国、中国两个后起之秀在不断追赶，而过去十年，日本被中韩远远地甩在了后边。就拿最近五年来说吧，中韩两国在争夺订单上是你追我赶的。某一年中国拿的订单多，下一年韩国拿的订单多，但是两国大概一共拿下了全球接近 90% 的订单。而日本呢，日本手握订单的份额可怜到了大概只有 5% 左右。是的，日本造船业的衰落速度比它汽车业、家电业衰落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造船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力密集型的行业，这绝对得是工业大国、工业强国才能发展的大产业。对于东南亚这些小国而言，他们的人力成本是够便宜，但是他们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无从发展大的造船业。而对于欧美这些强国而言，他们固然是有资金有技术，但是人力成本太高，人家一个工人月工资大概是我们的五倍之多，所以他是没有竞争力的。造船业确实是苦活累活，但绝对不是你能吃苦就能发展起来的产业。对于日本而言，二战结束之后，国土千疮百孔，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了。在这个状态之下，日本人当然是可以吃苦耐劳的，再加上有过往造船技术的底子以及美国资金的扶持，所以战后30年日本造船业发展非常迅速。然而当日本人富起来了之后，他的人力成本在急剧提升，日本国内大量的缺乏劳动力，每一年都要从海外引入大量的研修生。在造船这个行业上讲，日本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人力成本的优势了。所以一方面日本本国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日本劳动力又不足，造船业就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讲，全球不都在说产业升级吗？对于日本造船业而言，他们本来可以选择产业升级之路，那就是慢慢舍弃一些利润低、耗用劳动力高的低端造船业，像什么散货船啦、不造，而去选择那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比如说以往的节目我们提过的全球造船业的三颗明珠 LNG 液化天然气专用船、大型远洋邮轮以及航空母舰。如果能够把握产业升级的机会，日本照样可以成为全球造船业的老大。然而在高端造船业竞争中，日本败得一塌糊涂。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挑战日本成功的就是韩国。在汽车领域上，韩国就上演过这样的逆袭，在家电领域上、在手机领域上，韩国也通通上演过这样的故事。以往的节目我们就讲过，当一个经济大国强势崛起之时，他会和曾经的老师竞争的。他如果想赢得市场份额，就要把曾经的老师斩落马下。韩国人就是这样干的。在高端造船业上，韩国人赢得非常漂亮。大概10年之前吧，韩国手握全球超过90%以上的 LNG 船订单，留给日本的只是一点点，可怜的残羹冷炙了。日本人当然不服气啊，他们几次三番的讲，韩国为什么在高端造船业上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呢？因为韩国政府肯投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加大了对本国造船业的帮扶力度，海量的资金投下去，而日本政府的扶持力度非常非常小，因此日本人认为他们才在高端造船业上输了下来。然而今天日本不但败给了韩国，同样败给了我国。相比于日韩两国，我们当然是有着非常大的成本优势的。就像我们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功一样，最开始我们把市场放出来，把先进的技术引进来，
用市场不断换取技术，不断换取国内企业的成长，然后用我们的聪明才智，用我们的吃苦耐劳，用我们巨大的人力成本，把人家的技术学下来，生产出比他们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所以过去20年，我国造船业发展极为迅速。从手握订单总量上看，我们已经可以稳居世界第一了。但是当然，以往就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光图造船总量多，我们还要追求造船利润高。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持续发力。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那样，5年之前全国只有一家船企可以建造 LNG 船，而今天全国已经有超过5家船企拥有了建造这种高端船的能力。所以今年恰好赶上了俄乌战争这个黑天鹅，欧洲国家大量的需要天然气，美国佬也非常着急把他的天然气从美洲大陆运往欧洲，因此全球 LNG 船订单大增，这也给了我国船企机会。今年我们大概拿下了全球 20% 到 25% 的订单，韩国拿下了另外 75%， 留给日本的还是那可怜的 5% 左右。是的，拼国家支持，日本拼不过韩国，拼人力成本，日本又拼不过我国，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的造船业越来越没落了。可能再过些日子，当我们谈论全球造船业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使用东亚三强这个名号了，因为只剩下东亚两强了。甚至有朝一日，我国造船业有可能像汽车业、家电业一样，真正的独居鳌头。而那个时候呢，已经在家电、手机、造船等多个产业溃败下来的日本，再叠加汽车业的溃败，那么未来日本到底还有什么是它的经济支柱呢？而且很显然，这一趋势啊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造船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力密集型的行业。人力的优势日本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今天要发愁的是常年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日本本国国内的工人是严重不足的，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日元大跌，很多外国劳工感觉到在日本赚不到钱，人家都准备回国了，大量的日本人还准备到海外讨生活，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人力优势。资金层面上讲，日本可能还是不太缺乏的，但是技术优势，日本恐怕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技术是讲传承的，技术是附着在人的层面之上的。在过往20年，日本和我国和韩国在高端造船业的竞争上落败下来，这也使得日本大量的船企倒闭、破产、合并，甚至有相关资料显示啊，日本船企雇佣的高端技术人才近些年来呈迅速下滑的态势。是的，日本国内的造船人才也在大量的流失。未来即便有一天日本政府想效仿韩国，加大国家投入，举全国之力发展日本的高端造船业，他也会发现他在技术上的优势荡然无存了，他在人才的储备上更是捉襟见肘。是的，正像美国今天的产业空心化一样，很多工业上的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是需要长时间慢慢积累的。搞金融业固然能躺着赚快钱，但从长远角度看，对国家真的有利吗？照理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